哎，你躲啥呀？啊，你躲啥呀？回家吧。你这身你窜都窜出来了，你害怕啥呀？他们都瞅我。你窜都回家吧，主人。盘点那些感觉被冒犯的戏。你大姨妈走了是不？走了。我来了。大姨夫呗。来坐这上这，说句爱我。我爱你。你这什么态度啊？你心里有我吗？你都不配拥有我，分手吧。啊？我要喝热水。那我去你倒一杯。不然呢？快去啊！喝。你这什么态度啊？你不想给我拿就不拿呗，这么凶。你到底想怎么了呀？你这么看着我干啥呀？那我出去行不？你是不是对我不耐烦了？你怎么还不走啊？所以爱会消失的，对吗？阿姨就趁他脚前进来，十块钱一把，有农药没？没有的，你想吃农药呗，加吃几万啊？这个没，老子要问得了。哎，我晕亲呢，闺蜜，我晕亲呢。乃是成功之母，这个世人都知道哈。那你知不知道成功之父是谁？啊、只要你现在打开微信，转500块钱给我哈，那么你就是成功之父。爱做哪来呗？你有美哈。啊哈。嗯，姐，你偷摸干啥呢？爷，我趁你姐夫睡着了，帮我看一下这啥意思啊？哎呀，就是普通的游戏验证码嘛。肯定不这么简单，给你放钱。好嘞。啥意思啊？喝酒吗？这个呢？喝喝喝。姐，你不要生气嘛。没事。怎么了？几点钟？8点。哎，姐，我那200块钱别忘了找。哎呦我的妈！天空飘来的漫不经心，河水像有花一样安静，河平河有蓝不发芽的音，心偷偷的发情，时光一生一用的智慧君，永远不懂得守护爱情，你在回忆里留下的脚印，是我爱的风景。又睡觉。妈妈，我们同学家都是两个孩子，你就不能也给我生个妹妹吗？这事啊，等你爸回来了再说，得跟他商量商量。你不是说你是咱家老大吗？这件事还要跟他商量？那肯定了呀，这事必须他在家呀。你不能趁他不在家生一个吗？这样还能给他个惊喜。大哥，我问你，这堵多长时间了？对，怎么堵2个小时呢？2个小时啊！哎呦我的妈！老公，哎，你看后备箱小马尾拿的鸡被捂死了。哎呦，差点忘了，哎呀，生气。哎上一代的写作业辅助器，很多人都说头还可以东张西望，于是我就把它升级了一下，安心写作业辅助器2.0，设计非常的合理。下面有请兰姐给大家演示一下。首先，我们要把兰姐的脖子给它扣上，然后拿钉给它钉紧，接着把兰姐的手给它放到固定的位置，
然后启动开关，它就会自动给我们扣上，这样就可以在这里安安分分的写作业。当小朋友写完作业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再去启动开关，它就会自动给我们打开，看到了吗？相当的实用。你在干嘛？你干嘛？啊？你干嘛？你干嘛？拿出来！我的剃须刀啊！剃一下怎么了？这么小气？刮胡须的。刮胡须的，我剃一下腋毛怎么了？你这会越剃越粗的。走开！听说测试一个女人好不好色的办法，就是把你的手放在她的鼻子下面，如果还有气儿，那就是好色。一分钟后。操他妈废了！操！媳妇儿，我咋发现你越来越漂亮了？哎，你是不是整容了？对，我在脸上垫了个东西。垫什么东西？双下巴。今天状态不错啊。嗯。嗯。等一下带你出去玩。没有粉，天生丽质。再蹭蹭粉都掉了。口水都出来了，嗯，口水都出来了，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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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哦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真好。怎么了，宝宝？我让你把暧昧对象删了，你微信现在怎么就剩五个人了？我妈呀！炸！你说这上哪说理去？啊，前面背一兜子土豆，后面这两个主菜就背着佐料就在后面跟着。你说挨顿呢还那么揍？吕布已经天下无敌了，没想到有人比他还勇猛，这是谁的部将？美女工作，你司机呢？我就给你看看，司机装的，给垃圾袋。什么叫做垃圾袋？美女工作，你哦。轻轻放呀！对，你是要轻轻放。这不是反射性吗？对，我们要轻轻放。来，放啊！先放进去，再我放进去，先放进去，先放进去。十斤的水啊，十斤的啊，十斤的啊。然后里边要放个小福利。我们你看，看看，看看，你装得了十斤垃圾吗？哎呀，哎呀，你看看，兄弟们，就这样它才断。没有过滤棉的烟，这种烟抽了就对身体危害很大。所以今天我偷偷用他的私房钱买他电脑，还给他买了一把好烟，希望他少抽点。我在抽动呢，没有过滤棉的烟。自从我老爸知道后，就这样一直感动了好几天。时光时光慢些吧，不要再让你变老。谁媳妇儿？我媳妇儿，他媳妇儿，兄弟们啊，他的媳妇儿，这位是我嫂子，他媳妇儿，我嫂子，他媳妇儿，他的，这是他媳妇儿，他的媳妇儿，对，这我，这是他媳妇儿。我弟和他的媳妇儿，我和他媳妇儿，我们感情都很好。我是他弟，他是我哥，对，他这是他媳妇儿，他是我哥，我是他，我是他哥。我弟，我是弟，他是他嫂子，我是他媳妇儿。菠萝菠萝咪咪咪咪咪妈妈妈，菠萝哔哩菠萝啵啵啵吧。
No. Bitches.咏春，叶问。